欢迎观看《直到黎明》唯一一次实况，我是纯黑。与其说是实况，该说是这个直播预告吧。九月份开始要换直播地址了，新的直播地址在视频的开头、结尾、简介里哪儿都有，反正还是建议关注一下我微博，毕竟什么消息都是在那儿发布的。恐怖游戏肯定不会做攻略，这也说过很多次了，能直播玩就不错了。这次稍微玩上十几二十分钟就行，后面都留到直播吧。蝴蝶效应，一只小蝴蝶翅膀的拍动可能会在数周后引发一场威力巨大的龙卷风。这种电影式互动游戏我觉得应该不怎么恐怖才对，虽然这是恐怖游戏。再微小的决定也能够大幅改变未来。您的行动将会影响故事的发展。蝴蝶翅膀上的纹路意味着不同的故事线吗？您的故事是众多可能性之一。谨慎选择您的行动，好像根据不同的选择，这游戏里的人物还会提前死或者不死，他们的死不死命运都是交在我手上的，这点不错，我尽量把他们全玩死。Just because he's class prez doesn't mean he belongs to everyone. Mike is my man. Hey, Em, I'm not anybody's man. Whatever you say, darling. Hannah. Hey, Hannah. Hey, did you see that? Dad said it'd just be us this weekend. Josh. 哦，已经开始可以控制了。现在我还不太清楚这背景我们发生在什么地方，这群人是干嘛的，早晚会介绍吧，应该我感觉现在应该是倒叙的，周围有什么可以互动的东西。我有预感这妹子不会是主角，可能是上来第一个死的炮灰，应该是教学，使用右摇杆环顾四周，可以调查发光的物件。发光的物件，有什么发光的物？哎，这边有。按下并按住 R2 可捡起瓶子。按住 R2 并使用右摇杆即可检查物品。Jeez, Josh.Once again, brother, you've outdone us all. 现在该去哪儿？周围还有什么可以发光的？这边沙发的对面估计是有电视可以看吗？有没有动作片之类的？哦，壁炉。这边还一房间。
周围太黑了。到该到楼上去了。哎，哦，这玄关估计。穿呢？你穿那件衣服真是够辣，但我猜你什么都不穿会更辣。凌晨两点来客房一趟 ，Mike。Oh my God, what did our naive sister get herself into now? I got your dimensions. Glad you could make it. Maybe we should start with a little, you know, making out, and see where it goes from there.周围屋里都藏着那些熊孩子吗 ？Oh my god, she's taking her shirt off. What? Oh my god, Matt,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annah. I'm sorry, Hannah. Hey, it's all got out of hand. Just a stupid prank. Hey, you guys are jerks. You know that? Hannah. 一群脑残孩子不知道什么叫分寸。窗外有人，唤醒他，或者去寻找其他人，那就唤醒他。找其他人路上可能会出事儿，我觉得。Josh，Fuck， 你还是去找其他人去了。Guys， there's someone outside。What the hell？What's going on? Where's my sister going? It's fine. She just can't take a joke. It was just a prank, Han. What did you do? We're just messing around, Beth. It wasn't serious. You jerks! Hannah! Hannah! So, should we go after her? You know, I kind of think you're the last person she wants to see right now, Mike. 在计时结束之前按下正确的动作按钮。哦 ，QT 啊！看来这俩妹子都得死。迅速安全，那就迅速。跟随声音。嗯，看见了，右边那条路不就是吗？刚才看到有个影子闪过去。哦，手机解锁需要用触控板来解锁。Hannah， 哦，右摇杆来控制是手电的方向。我去，这种暴风雪的夜晚自己一个人出来找人，哼，真够作死的。这也不算暴风雪，但也不是什么好天气。地上也没脚印了。按住 L1 加快行走速度。Hello？ 哎，地上有东西。Hello？ 什么是？什么情况？死亡图腾？图腾预言黑色死亡
寻获者可能的死亡方式。当地的部落相信蝴蝶能带来梦境和预知，每个图腾碎片都能预测一项可能的未来事件。您的游戏方式将决定这些预言是否成真，解锁图腾过往的事件便会遇清晰。哎，就这么一小段，有时候收集全了以后整个片段就能拼完它。蝴蝶效应，我先不管这些了。这方向控起来好别扭，我去！什么情况？哎，有人！Hannah! Oh my God, you must be freezing. Here, take my coat. I'm such an idiot. I'm so dumb. 那视角贴血干什么？并没有什么东西追上来。手机还掉了。等会儿，刚才好像预言看到有人会摔死的。我觉得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个悬崖，还真已经到悬崖了。等会儿，根据我的选项，应该能回避才对。喂，压根没给我选项，他没第二个。Hold on！ 什么？我去！哎，再伸手。对，只能获救其中一个吗？那没办法。I'm so sorry.